有能量跳得起来吗？我们再玩嗨一点好吗？你去写字就怕在房间多少夜晚就看到周围原有多的植物原来在有人的眉毛早就没有山了只有脱身这资料连乌鸦都在叫了不会好一定这我想寂寞最后装了呜呜然后一口把人吞掉我等的是个朋友结果他不我想吃饱想起洞里那点骨头写下的浑身发毛空感被捉弄的聪明没想通没人工作千万想让心不忘，等却披上。